这里先，要从这个位置。来来来，撬吧。对吧？就跟他讲。这个位置，它那个这里撬开，它里面是反卡。它这个应该是扣子是从这里往起来抬的，那个这个是直接那个嗯，那我们这个，那车要怎么同一个呢？说明白一点。好，这个主机的话，我们是从这个塞进去，嗯，然后贴到那个座椅底下，塞进去之后。顺一点，它贴到那个座椅底下，这座椅的那个有点那个哎。不行，等会再固定吧。啊，就固定一下就行了。然后我们这边的话用，这个是可以收。装的时候要有个技巧，刚开始装的时候是这样，按着按键的任意键闪烁的时候这样，嗯，一插就对啊，就可以了，对上码了 ，OK， 嗯，就行，然后的话就看看怎么这个插头啊从这里穿过去，嗯，然后我们这边有个双面胶的话贴到那个座椅底下那个，嗯。它是跟着这个座椅在动，嗯，它就这边就不影响了。装一个，双上一个，小姐。就把那个贴在这里先，最后再固定嘛，固定在这个位置就行了。你或者说到车上从这边把它拍一下嘛。